好了，咱们开始学习第十课，把书翻到第二十页，翻到第二十页啊。咱们学习第十课。专起身，踢啊，踢，踢。踢。写一个踢。加一个点儿。就读作滴。滴。滴。这个点的位置跟那个其他的那个搭和的那个点的位置是一样的。低啊，低。掏，掏，读作掏。掏，掏，写一个掏，点一个点儿，读作刀。这个点的位置哈，点的位置再说一下，在中线与第四线的平分线上，在这个牙是吧？短牙与这个包的那个焦点上的平行线，它俩的这个焦点这个位置，再写一遍。刀啊，踢，滴，掏，刀，踢，滴，掏，刀，踢，滴，掏，刀。写一竖，
回笔缓过来，留个短牙写下来，缓上去啊，这个就读作突突啊。那么注意这个要出头，这个注意这个出头的位置，它与这个车这个字头是一样的啊。再写一遍，突啊，写一个突，写一个突，然后呢，在中线与第四线的平飞线与这个牙弧的这个平飞线有一个交点，这个就是嘟的点儿，读作嘟啊，读作嘟。再写一遍，嘟啊，突嘟，突嘟。都写一遍啊，他搭喝的踢滴拖多突嘟啊，他搭特的踢滴拖多突嘟。那么这里要注意的是，我用红线圈起来的字母与没有用红线圈起来的字母，它们的字头的差别啊，字头的差别，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，一定要记住了，不要写混了啊，不要写混了，这个字母是怎么写的，大家就怎么记啊，把它记下来，看一下啊，认真看一下。那么横着读的话就是他特踢拖突搭的滴多嘟他搭特的踢滴拖多突嘟。